总统同志，二零三，辛苦了。我姐的情况怎么样？好着呢，我给她安排到备服长了，然后给她制定了一些任务。她听到命令两个字，我觉得以前的军备营又回来了。辛苦了，就别跟我客气了。二零三，我这趟可没白去。你看，周厂长接到军分军命令之后，特意抽调了一个小组，为我们小分队赶制一些备服。 我去的时候正好做好了，我就都给拉回来了。这次军分区对咱们真是照顾，咱们一定不要辜负人家厚望。是，二零三，我信心十足。我也势在必得。哎，二零三，田副司令，田副司令，总统同志，汪团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们，哎，给大家鼓鼓劲儿，顺便听一听你们的剿匪作战方案。里边请。好，走吧，走。 哎，江同志，老板在吗？老板啊，老板里头呢？哎呀，好，江参谋，老板，好，听好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真的进不去。那条街道前后都设了岗。 说不好多少。燕儿，你回来了，鞠大姐怎么样了？啊，鞠大姐啊，被杨子荣同志送去备服厂工作了。哎，这个杨排长可真有办法，几句话就说的鞠大姐振作起来了。也许，只有让她工作起来，才能让她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但愿吧。 对了，今天长腿孙拿德送我回来，他跟我说过两天要去执行任务去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但你想想，最近接二连三的来了那么多战士检查身体，而且我知道，这些人都是各团各营的精兵强将。你说会不会是军队有什么新的动作？我去问问。 战士朴永焕，战士陈振仪，战士马宝军，战士栾朝江，战士李弘毅，战士高波，战士董正松，战士刘世成，战士孙大德。小心！营长，报告，牡丹江军分区剿匪特战小分队所有战士集结完毕，请首长指示。 大家都认识他吧，同志们，这就是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残害百姓和工作队员的罪恶的证据。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看到他就会想起山岚寨那场血雨腥风。多么好的共产党的战士！ 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就在自己的家园惨遭涂炭，匪患不除，永无宁日。为此，我们决定成立剿匪小分队，目的就是消除匪患，还百姓一片安宁，同时为完成东总下达的北满布支、南满出击。 南满困难、北满支援的战略意图铺平道路，实现解放全中国的大业，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
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牡丹将军分区拜托诸位，要牢记土匪的滔天罪行，同时要为烈士和人民报仇，更要阻止国民党反动派新的阴谋，一举剿灭土匪，做出你们的贡献。是。待你们凯旋之时，我老田给你们摆酒庆功啊！ 坚决完成任务，不容使命。你想好了？是。 支持你，妈，我绝不会给您和爸丢人的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看这孩子，一定要活着回来，听到没？ 在我的记忆中，咱们一家三口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呢。您和爸等着我，等我回来，好好吃上一顿庆功宴。可真啰嗦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 目前的情况是，我们占领的是牡丹江及其周边县镇，敌人呢主力在绥芬甸、马溪山部2000余人，往西延伸是黑牛背、游匪、徐九彪，大约200人左右，再往西是老爷岭、许大马棒，450人，再往西，威虎山作战碉堡800人左右。目前这几股土匪环绕在牡丹江地区。 对有土改工作构成极大的威胁。我想听一听你们的作战思想。我们的想法是：第一个目标，先把许大马棒的老巢给找到，然后将他彻底剿灭。接下来，小分队乘胜追击，威虎山坐山雕，黑牛背、徐九彪，最后是绥芬甸大锅盔。好啊，我赞成。 拿许大马棒开炮，把敌人这环形阵势先给他拦腰斩断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顾，然后再逐个破解。这是800里老爷岭啊，山岚战惨后。
我们2000人大部队搜寻他5天，一无所获。你们小分队36人，想找到他，已经是大海捞针了。你放心，就算是掘地三尺，也要把他们给挖出来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，我们的土改工作因为土匪的残害，老百姓人心惶惶。现在很难推进下去。徐大马棒是山兰站惨案的罪魁祸首，且气焰嚣张。 先打掉他，可以振奋老百姓的民心，震慑余匪。很好。不过，我要提醒你们，小分队虽然英勇善战，战力强悍，武器精良，但是你们毕竟只有36个人，而你们面对的敌人呢，在人员、数量、火力配备方面，都占有绝对的优势。匪徒的成员多是大地主。 伪满警官、宪兵特务、官匪、悍匪，还有国民党留下的特工、日伪残余分子等等，面对这样的敌人，任何的粗率鲁莽、点滴的轻敌草率，都会引来灭顶之灾。这一点，你们考虑过没有？请司令员指示。我们目前小分队的优势是：敌人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。 隐蔽和机动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不急则已，一击必杀。坚守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主动了；丧失了这一点，你们将暴露在敌人面前，面临被包围歼灭的危险。是。203，你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吗？还有没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？我们现在不缺乏任何东西。 只想马上挺进李海雪，把这些匪帮彻底给剿灭。你的兵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里，要是生病了怎么办？冻伤了怎么办？与土匪作战受伤了怎么办？卫生员，司令员，我们现在急需一名卫生员。同行。 给我接军分区医院。是。军分区医院。白院长，是我呀。前几天，我给你说的组建剿匪小分队需要的一名卫生员的事，报告落实没有啊？首长的指示怎么能忽视呢？这个人什么时候可以到小分队来报到啊？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很快就会到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白院长啊！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积极请战的那位，我们的护士长白茹同志。 谢谢，谢谢。看你说什么呢？报告。好，白茹同志到了，你来的正好。 首长好，军分区医院白茹前来小分队报道。203，这是我们院长的介绍信。你就是军分区医院派过来的卫生员？是。首长，我不同意。 首长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。司令员，小分队不能有女同志。大男子主义了吧？白茹同志可是经过战场考验的，他带领救护员从激战的阵地上救出了100多名伤员。
他自己就救出了52名伤员，被战士们誉为“战地天使白茹”，是被我们牡丹将军分区嘉奖立功的模范救护员啊！司令员，可是咱们小分队36名战士，个个都是男子汉，这突然来了一名女同志，男女毕竟有别，做什么事儿都不方便，所以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。 啊，首长，203的意思是，我们小分队，战斗的环境艰苦险恶，怕白茹同志吃不消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没用的。白茹同志要加入小分队，不是心血来潮，白院长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让他来的。再说，我也投他一票。要不要白茹，你这位少帅？ 自己看着办吧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丫头啊，我把话都说了，下面就看你自己的了。谢谢，首长。明天这个老二团也奉命开拔，我还有许多事情，我也先走了。我送二位首长。哦。 这具体的情况我都知道了，等我研究一下，再给你答复。还研究什么呀？光研究就能把山南站死难的乡亲战友研究活吗？光研究就能把小翠的研究回来吗？光研究就能让许大马帮雪债雪偿吗？我白茹是一名民主联军战士，不是你眼里的毛丫头。 我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克服困难、克服险阻，和我的战友们一起消灭土匪，为死难的乡亲和战友们报仇。203，为什么你的眼里就只有男女之分，却没有对战友的信任呢？白茹同志，你说的都很对，也很好。我少剑波也知道你在战场上立过功，我非常的赞许你。 但是我们这一次剿匪特战小分队，跟平常不一样。你看过刘勋仓、孙达德，还有栾朝家，他们个个都是刀刀见血、淡淡见肉的战斗英雄，而你呢，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。说不定打仗的时候，一阵山间风刮过来，就把你人给刮没影了。这仗，咱还怎么打？啊？你这是轻视自己的战友，是大男子主义，是瞧不起人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有什么特殊的困难，我都不怕。 包扎的、注射的、退烧的、药品，我什么都带齐了，请首长检查检查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身体健康，觉悟高，意志强，自愿自学。首长们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，战斗的胜利是建筑在战士们高度的政治觉悟、钢铁般的意志和高超的战斗技术的基础上吗？ 现在你不让我去，就是打击情绪，是泼冷水，是妨碍战斗积极性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那好，现在外面高波正在帮着老朴做饭呢。如果你能出去，把那两只鸡狗杀了，剿匪特战小分队欢迎你。 说话算数，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那好，老波，把菜刀给我。你要菜刀干啥呀？这马上开饭了，别再捣乱了。你把刀给我，我要杀鸡。你杀鸡啊？ 就你那打针抓到小手，还没这鸡的意思大呢。你再把鸡给弄跑了，我还得逮他去。高波，把菜刀给他。203，真给他呀？给他。给。高波，给我个女。
才不给你摁呢，你这架势在刺我一身鸡血。白同志，别害怕，杀鸡有方法的。你呀，把刀举起来，眼睛一闭，心里面默念一二三，手起刀落，鸡就杀了。是啊，白日同志，你不要害怕，就照着坦哥说的做就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同志们，给鼓鼓掌，加点油！哎，白同志，加油！加油了！加油！加油！白同志，加油！华叔。就差一点。白同志没事，下次肯定能杀好鸡。下次肯定能杀成。白同志，哎，小范，把鸡抓回来。老程，老范，好嘞，好，干活，干活，好。千面佛，即日我行动队出去侦查，因共军戒备森严，难以接近。现确切知悉的是，共军主力于明日离开牡丹江军区，加入渡江南下军团。另军区剿匪小分队已经正式成立，即将出动执行剿匪任务。队长邵建波，但兵员编制数量不明，行踪不明，具体作战行动计划不明，兵驼。将此情报和兵驼前一个电文全部转发给滨绥图加保安司令部。是。另外，小分队首脑即莲花山重创国军之主帅，望传小各个山头首领提高戒备。是。雪晶。把这些材料都收拾了吧。知道了。强啊！武刚这夫人知道了信儿啊，六花瓣靠打洋洋啊，审问这小红娘啊，七星胆大加喜会呀，八宝庭前江夜香啊，就有这恩爱。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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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丫头，过来，这大西厢我听烦了，给我换个曲儿呗。回太太，那您想听啥呀？给我唱那清水河，后边给我改一下啊，不要原来的唱。太太啊，那怎么改呀？把宋老三改成我爹江老三，后边随便唱啊。小的也没有准备，那个我怕改不好。改好了多少那几个大字儿啊，好好唱吧。就唱吧啊。大小姐，这点子你咋想的啊？太好了！提起了江老三呐、啊，两口子没名传啊，一辈子无儿，生下个女婵娟呐、啊，当姑娘啊，年长十六岁呀、啊，起个美名。
名叫蝴蝶迷呀。他君叫好容颜呐，此女子招福难呐，多少男子汉都不如他的颜呐。许爷你好比新人中仙呐，男才女貌双飞在牡丹江边呐。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纯粹纯改的，我你光说，哎，多干几个，多干几个啊，来呀，哎呀，玲儿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，你别怕，你看过来，来来，啊，许爷，哎呀，这一晃15、16年没见了啊，我想想啊，那是民国21年，我说让你跟我走，你说我他妈是汉奸，你说。许爷，那时候我不是不懂事儿吗？许爷，没事没事啊，这现在懂事了是不是啊？我先告诉你啊，老子现在是国君，好着呢啊，唱的不错啊，小模样还没变。那什么，我改改词儿，你给我改改呀。许爷，我不会改词儿。许爷，那我给你改改。哎，你过来。让你改了吗？那你搁这瞎掺和啥呀？滚出去！我让你滚出去！我让你滚出去，听见没？啊！滚出去！滚！到他娘的滚出去！晒脸这玩意儿，你让你改啊！大爷，您别生气。你长得这么俊，我怎么能跟你生气呢？啊！我说丫头，这我爹让你改呀，那是给你脸，咱可不能给脸，他不要脸呢。啊！老大，你是干什么呀你？瞎整！玲儿，别怕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别怕啊！来来来来，来坐这儿坐这儿啊！我好好端详端详。哎呀，唱的真不错，好好看。许爷，我真不会改。哎呀，不会改呀，没事儿，这回陪我上山去啊。啥时候改好，咱啥时候下来啊？改不好呢，就在山上待着。真他奶奶磨叽！哎，许旅长，我去跟关参谋长商量商量。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回奶头山，在这儿我都待烦了。干什么呀？把他给我弄一下！干啥？赶紧的！胜利，剿总杜聿明长官豪言，国军正加紧准备，近期将加大对江北共军的攻击，预计明年开春将一举歼灭共军主力，统一东北。年关暴动一旦启动，我宾随涂家保安司令部所属各部，将东西双下合围牡丹江。我现在担忧的是各山头当家的各个狡诈，当马旅长的主力全力向西攻击牡丹江的时候，那西边的奶头山、威虎山、徐九彪等为了保存实力，不能及时向东进攻合围，那我军主力将陷于被共军围歼的危险。关参谋长考虑的周到啊，所以我才派你去奶头山啊。你这次去表面上是要训练部队，实际上
是要掌控徐大马帮，要给其他山头看看国军势在必得的信心。在执行年关暴动的时候，即使是他们以后会三心二意，可是现在也必须要服从指挥。我知道关参谋长不屑于这些土匪为伍，虽然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，对付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只能是这些人了。啊，只要他们能够按时的出动，最起码能够起到一个炮灰的作用，逼迫共军分兵两路来阻击我们，那么北上渡江的国军就可以和我的主力放手搏杀，一举攻陷牡丹江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能不能掌控牡丹江，关系到国共在整个东北的战局。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我们国军主力对剿共的进攻，还有就是让年关暴动准时的进行。侯专员果然高明，我马锡山没有跟错人。我接到千面佛的密电，说是共军的主力已经渡江南下去保卫临江，现在剩下的只是小股的剿匪小分队。所以关参谋长，你到奶头山以后一定要密切注视这支小分队的动向，他们的首领叫邵建波。邵建波是共军最近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，他就是重创谢文东、李德林莲花山之战的主帅，年轻骁勇善战，他们遇到邵建波也算是走了霉运，4000多人被一举歼灭。如果能在战场上与邵建波对决，那应该是我关某的荣幸。关参谋长过谦了，那些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农民草莽英雄，怎么能跟我们国军的青年才俊相提并论呢？这共军小分队多少编制，行动目标是什么？这个内线倒没有告诉我们。啊，关参谋长，就算是为你践行吧。连长，邵建波。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军分区新收到的消息，就在昨天，夹皮沟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遇难了。听说这是当地地主的儿子，也就是威虎山的土匪所为。这些嚣张残暴的土匪又欠下东北人民一笔新的血债。你们是来自老二团各个连队，是这支老部队里最优秀的战士，是代表他们来到这里。同志们，希望你们拿出誓死与土匪血战到底的精神，还人民一片安康，还这片净土一片安宁。是。请首长放心，剿匪任务不成功，责成人。电报同志，盯住你几句，
作为年轻的指挥员，年轻有长处，也有短处。我说你的短处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记住，切勿急躁冲动。子龙同志是你的副队长，年岁比你长，经验多，主意多，遇事要多与他商量请教。小分队的长处是灵活机动隐蔽，要多用脑子，用智慧消灭敌人。是。同志们，你们一定要多保重啊！我希望等你们班师回朝之时，我今天见到的每一张面孔，一个都不能少啊！出发了！所有小分队队员，有！列队出发！是！向敌动！向左转！去吧，走！你咋来了？我来送送你们。我就要出发了。我知道。来，把这个拿着，让他陪着你，剿匪杀敌。
雄就被撞停，何惧勉强安静，听我一声狂喊，杀个人要麻烦，心念星火燎原，壮志豪情虎胆，神枪瞄准黑暗，胜利就是我终点。越是艰险越向前。